你做的饭做好了吗？我饿。别着急，真那么饿，那你过来坐呀。人家做的饭不是没你做的饭好吃吗？你呀，嘴贫。 爱情电影剧本征集大赛，奖金20,000元，哇！天无绝人之路啊！不要录，你要重出江湖，主动出击。你在嚷嚷什么呢？啊！来，征集大赛只要你写作。 大叔这么帅，对我这么好，我这冷战策略还怎么进行下去啊？不管了，我要更换战略，主动出击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怪吓人的。没有啊，大叔，我就觉得您做的菜特别好看。嗯。今天这怎么了？突然这么温柔。 那我以后都对大叔这么温柔，好不好？别，我害怕，你就跟以前一样就行了啊！吃饭了，饿死我了。好吃吗？慢点吃啊，没人跟你抢。饭我倒不怕有人抢，我是怕有人把你抢了。你嘀咕什么呢？没事没事，大叔大叔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 我准备参加一个竞美比赛。好事啊！我可以在精神上和偶尔的物质上支持你。啥叫偶尔的物质上支持我？干嘛呀？坐吗？ 大叔。 要不你从行为上也支持一下我呗？那这种物质不算是行为吗？那不一样。接下来我要求你做的事情是会影响到我的创作。什么事情？你知道吧？就是一个编剧写剧本，是需要生活体验的。我这次剧本要求题材是爱情，可是我只见过猪跑，又没有吃过猪肉。说人话。 大叔，要不你以我男朋友的身份和我相处一段时间，就是给我灵感。那人家编剧写杀人的戏，他得先杀个人。哎，这编剧跟你们不一样，这哪能一样呀？这不一样的呀。大叔，你就答应我吧。大叔。 你就可怜我吧，我考中也没有要到，编剧生涯如此坎坷，放眼整个东莞，我也没几个亲人，亲人在哪儿？哪儿都没有。要是不放我的话，我的妈妈呀，松开，你先松开，我马上要死了，活不下去了。白亚路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？行，但是有一点啊。 我只是配合你写剧本，没别的意思啊。没事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一个小姑娘都没说什么，一个大老爷们还发指挥呢，没事。快赶紧吃饭啊，要不饭都凉了。对对对，吃饭吃饭。 那咱们就开始呗，你要用心哦。什么用心？你先给我说几句情话听听。怎么讲？就是男朋友对女朋友说的那种情话。我写剧本需要台词。
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季节？春天，那就是秋天呗，收获的季节，有吃有喝的。我最喜欢有你的季节。 笑什么笑的好假呀！你说的很尬。现在年轻人不都这么说吗？是啊，我们都这么说啊。但是你从哪儿学的呀？我在哪儿学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大叔，这叫土味情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小孩子都这么说。